Hello，看我95买的榴莲能拆出来多少肉啊？戴个手套应该。只是这个是哇，我让那榴莲那小哥给我挑个大的，他说这个就行，肉多，不比大的差。95，涨价了我们这榴莲，22一斤。干包黄肉，这个熟的刚刚好。是一房了哈，这是第二房。哇，肉老大了，我去，这个是赚着了啊！这个绝对，我去，看看这大肉。哇，哎，这个真是老赚了。我这一阵没买过这么成功的榴莲，我这是个大盘啊，还有一房，几房了？一房、两房、三房、四房、五房啊，这算 A 果不？五房肉，而且都是个个皮儿薄，皮儿特别薄，特别饱满，特别大。我去，看没看见？95的榴莲，我这是个大盘子，这不是小盘啊，尝尝。太值了，太值了，开心！超级大，熟的刚刚好。真的太好了，这绝对算得上 A 果了。关键是买的便宜，95。我已经沉浸在这种快乐当中了。